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哦，今天在国山南下，今天带大家来去国山福尔摩沙高速公路，竹南交流道119K 的竹南交流道，来去吃交流道旁路边卖的便当。现在到115K 了，哦，这个海边漂亮哦，是今天天气不太好，今天天气北部的天气阴阴凉凉的，风又大，我这边海中都是那个风力发电的，我在海上面，风力发电都在海上面。现在都要116K 了，等一下就下交流道去买便当。现在已经快12点了，也是到了用餐时间，大家记得要吃饭，不要饿着了。哦，竹南交流道到了，还有2公里，119K， 竹南。咱们来去下交流道。买便当，南下的话是左转，北上的话它有时候在高速公路涵洞底下卖一个，好像之前买是一个妈妈开着一台黑色的 Solio在那边卖便当。来去给他交关一下，高关一下。来，咱们准备下高速公路。南交流道，我为什么右手边停很多车？那边也有便当店吗？便当，好像大家都去那里吃，没关系，我们来这里买，下次再去那里吃。哇，没有卖的话，我们去看那家便当店。今天没看到出来卖，没关系，我们去另外一家很多人吃的便当店去看看。哇，很多车，大车都停在那里。
该是这里比较好吃。看这个样子，应该是大家都跑来这里，这里停的都是大车，所以我们也去那边试看看。哦，真的停很多大车。我们也来去那里吃看看，应该是比较好吃。哦，如果是这边，如果是南下右转，北上左转，哦，这边有便当店，就在旁边，好多司机大哥在吃，哦，停的都是大车，我们去吃看看他的便当。竹南，哎，不，竹南交流道的便当店，来去吃看看，小心，看这边都停大车。这边都停大车。过马路小心。当店，哇，好危险啊！赶快过去，赶快过！营业中，上等便当，上等时尚，去哪里？我要一个。看一下，还鸡腿，一个。阿范可以帮我淋湿吗？哦哦，硬掉嘞。鸡腿，来，我给你找一个。啊。没有，在录影而已。直播有时候也是会。我大家都拿一千个就对了。对呀。我好野人啊。好，谢谢。大家都是好野人。拍谁？哦，鸡腿饭90块。我们来去车上吃。它里面没什么位置。去车上吃这个鸡腿便当，高档锅90块。应该鸡腿蛮大的，看起来蛮大的。奇怪，怎么每个人看到我都是问我是不是在直播？东西放好，我们来吃这个便当。我这边生意蛮好的，在竹南交流道外面就写一个上等便当，慈善便当，生意很好，旁边都是停大车。周围都是停大车，
们来开箱这个90块的鸡腿便当。我会摇。哦哦哦，车子开过去都会摇，好可怕、啊。哦，这个鸡腿便当，还有附一个汤。在想怎么放才好。OK。不要摇哦。来看一下，他附一个，为什么是三臭臭锅？三妈臭臭锅的紫菜汤，紫菜汤。来看它的鸡腿，哦，这个鸡腿大只哦，看一下这个鸡腿有多大，开箱，开箱鸡腿，没有切啊，应该叫它切，这个鸡腿这么大只。冷气出风口关掉，这么大只的鸡腿啊，忘记开灯，开个灯比较亮。哎，前面的车走了，吃饱了。哦，这个鸡腿